我们这次实验的这个公车跟救护车的优先号志呢，范围是在奇美医院到成大医院，总共有八个站牌跟21个号志化的路口。那经过我们两个多月的实验呢，这个救护车通过路口的这个绿灯的几率呢，提升了51%，那公车的旅行时间也降低了13%。我想这个对于救护车分秒必争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减少公车旅行时间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的来扩大推动。有这个设置的话哦，变成说，我们比较不会有就是要需要闯越红灯的问题的，那交通也比较顺畅，那对市民也比较有保障。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利用车联网技术，在奇美医院与成大医院之间的21个路口，建置一套优先号志系统，透过智慧科技自动控制路口灯号，让公车与救护车优先并安全地通过路口。期待每位用路人都能发挥耐心与体谅，让城市交通更安全。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救护车跟公车的号志优先系统，能够提供给就医的民众哈，紧急就医的民众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系统哈，跟它的号志设备。那这样透过这样的部分，应该可以节省相当多的就医时间，尤其在交通尖峰时间，如果能够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让病患早一分钟、早两分钟到达医院，我相信帮助就很大。公车也是要让民众这个愿意搭乘公车，它的服务品质就要提高。服务品质包括车上的服务人员，包括车上的设施，以及它如果能够更方便的通过14路口的话，我想说这个部分也都是提升公车服务品质的一部分，希望说能够提供在拥挤的交通环境中一个便捷的快速的捷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2月1日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三届第六次定期会最后一天变更议程来审查预算，不过原本应该为9点半开始开会，一直拖到10点半，议员出席的人数又完无够半数，所以主席李文准打算用单位会来拖延时间，等待成会。不过因为单位会无实际的约束，被认为根本是开讲而已，所以议员林彦祖不满，提出散会动议。马苏迪这摆大会最后一天变成流会来收场。议会第三届第六次定期会12月1日闭幕，不过台市每年度总预算只有1/3局处的预算审完，也够10几个局处也未审查，所以民进党团31号提变更议程，选最后一天来审农业局加经发局预算。不过一直等到10点半，议员出席人数又完不足，无法度开会。主席李文准以权益方式依照议事规则27条改制单委会，就此当候议员出席，却引起在场议员强烈不满。先登人数，还阁不足，人数的会，主席会当来甲这个做宣告来延，会当延会，还是讲来甲改做谈话会？谈话会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这个会当了解各局处的这个事务了吼，咱以为咱无足了解的时阵，拄啊召这个谈话会，咱来甲做一个了解，互甲请教一下。啊，无，咱谈话会呢没有这个，这个讲话这个。谈话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任何的效力？今天包含我们任何一个议员同仁要提权益问题、提会议询问、提任何一个东西，它有没有效力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谈话会到底是要干嘛用的？是大家来开杠的吗？昨昏我感觉真心酸，阁有执政党的议员伫议事厅讲，要求主席变更议程，通好来审预算，因为预算审未了，这是偌重要，拄偌重要，拄偌重要，所以爱变更议程继续来审。结果今仔日无看到人影，所以要凸显这个问题，执政党的，你为着要伫媒体顶端得到迄落什么我哥问的迄落分数，了后你就假无伊配合因演出，敢若演员共款。结果真真正正要审预算的时阵，恁无愿意来出席，阁要求变更议程。今天很显然的，就是议员出席人数不足，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未开而开的谈话会。那说真的，就像我们要问谁，要谈什么内容，就坦白讲，就是等迟到的人。那这个是对市民来说，我觉得很难交代。机会变更议程被新无声，最后出席扣不到28位的半数，对着破病出席议员林燕洲相当不满，起家提散会动议。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单号。那我觉得这样很鬼扯，自己民进党的改变议程，然后没有照时间要来开会，我们又在这里等他吗？所以我提散会动议啊。单委会虽然无约束、无实际的效力，但为了等待抵得议员，不过嘛，因为议员林燕洲坚持提散会，确定这摆定机会最后一天留会无多新查。目前暂定12月13号到22号召开临时会，继续来新古审。但新闻官及林银根采访报道。议会定机会最后一天原本是要新查经发局甲农业局的预算。不过因为议员出席的人数不足流会，但是在过程当中，议员蔡玉辉质疑，龙山运销公司的绩效奖金根本是用假出来人事费用来发送，所以要求担任监事的市府以及主管一定要有实际的监督。议会定机会最后一天变更议程，要新经发局甲农业局的预算。不过议员蔡辉则针对龙山运销公司甲肉品市场的绩效奖金提出质疑。根据了解，果菜市场编制41位，是请38位，中出来3位人事费用。议员将的质疑变成绩效奖金的不合理，要求修正预算的编列方式。编41个，结果请38个人来。当作绩效奖金，这个问题凸显一个问题，就是咱公市政府投资这肉品市场和果菜市场和过去大家拢放任放纵，不咧重视伊的财务报表，所以拢予市场行使伊人事权，像伊咱刚才讲哦，无专业的，或是依法令应准会使，可是安尼敢合理啦？哦，编预算的时阵，基本婆咧编的方式。几十张拢无修正，拢安尼编。所以肉品市场、果菜市场，这已经是真严重。简单讲哦，拢市场伊要用人用人，安尼敢合理啦？农产公司它的法定员额是41个人，那公司为了遵节开支，目前聘用38个人。那在年终，因为绩效相当的良好，所以有。3个人的薪水用到我们那个员工的绩效奖金，那这依照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是符合中央法规的相关规定。龙山运销公司的绩效奖金除了受议员质疑，另外当监事名单半数拢是市府以及主管，虽然是市长担任董事长的人事权，不过其中监事包括资格处长、建发局长、财税局长加法制处长等人。敢有实际监督，上午嘛被通知到场，变成另类的质询。台南新闻官及林银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将陆续展开，市长黄伟哲嘛公布安徽第二批卡司定用，包括金曲歌曲新人，也有金马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金曲歌曲等等，拢会来到台南跨年。记者会现场，街舞男团 VTOD 马上带来精彩演出。12月1号下晡，市长费特伫咧市府的会议室召开记者会来公布，也等跨年的第二波卡数定用。
对这个拜六开始，就有一连串的亚丹跨年系列的活动陆续展开。今年所邀请到的阵容包括有金曲、金马、金音阁电视金钟、广播金钟的卡数，这回来到台南，甲大家共度精彩十二月份。今天非常高兴能为大家来开箱我们接下来耶诞跨年活动的精彩的卡司。那因为我们有亲子的活动，昨天已经为大家开箱报告过了三场。那另外三场的这个演唱会规格的活动，我们也都陆陆续续为大家开箱，如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金曲奖的这个得主，还有包括这个广播金钟、电视金钟，还有这个金音奖的得主，其实通通都有囊括在我们今年的这个跨年耶诞活动里面，所以可以说是五金级，金曲、金钟，还有金音，还有这个金马嘛，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记者会现场嘛，特别邀请到街舞团队 BTOD 来替大家带来精彩唱跳表演。另外，针对最近新型的变种病毒在国外快速来传开，市长呼吁市民朋友，若要参与任何的活动，请一定要遵守防疫的措施。若是最近有出现疫情无乐观的状况，活动也全部改为线上直播的模式。改线上，我们也不会毫不犹豫的，就改线上，因为毕竟防疫是最大的。我们不希望产生任何因为大家来参加活动而产生任何不好的结果，所以防疫优先。所以如果有万一疫情扩大，或是这个魔王病毒有在台湾造成疫情的影响的话，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改成线上。台南新闻刘品言彩虹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南区有一户隔代教养家庭，两位八十岁阿公阿嬷独自请养三个国中小的孙仔，五个人徛伫个年久失修、乌乌暗暗、阁有壁癌的老厝内面。议员林美燕特别每合社会局、劳工局、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国际女同志会、甲英美西主会等，做伙来帮助因改善徛家环境。这一户隔代教养的家庭，因为后生在前年过身，伊的外籍太太也无回来找无人，厝内底只剩无趁食能力的祖孙五人相依为命，住的环境不仅黑黑暗暗，也因为身体歹，生活自理功能不足，房屋内底脏乱不堪。市员林美燕在知影因的状况了后，特别前来关心，希望会当为因提供帮助。最大的是国中生，然后还有国小的小朋友。那当然长期以来我们社会都给他一些温暖啦，可是我认为说这个案子他绝对不是只是金钱的协助跟物质的协助啦，因为我们现场等一下看一下现况，屋内的现况真的是很糟啦，所以在这个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会影响小朋友的发育，包括两位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希望说从环境的改善做最根本
的一个协助啦，所以今天也请了劳工局的修缮团哈，还有社会局来到现场。议员除了亲身来现场关心，并问下公署部门，其中社会局将会协助环境清洁、整理家园以及地震安置，劳工局将会透过咱市各工会所组成的绿色房屋修缮团队，协助空间改善。今天我针对这个修缮案的服务哈，我有跟我们木工还有电器哈，我们先来现场查看哈，那大概的情况就是说，针对一楼的部分要油漆的哈，那包括那个卫浴哈要改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哈，那二楼的部分目前也是油漆，那等我们会再跟我们的各工会啊商讨，看到怎么来规划哈，啊尽量把它完成这样子。除了市府的协助，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李淑玲也代表全体李干事送上慰问金，表达关怀。林美燕表示，在身心灵书同力合作之下，一定会让阿公阿嬷以及囡仔有一个舒适安心的住的环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对啊，成立无外久的台南市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为了鼓励会员走出户外接受人群，除了办理旅游观摩，佮特别安排精油手工色纹的制作课程，让会员会当放松心情，嘛体验家己动手制作的趣味。真侪员工自公司退休了后，就要规划退休的生活，真少人佮会佮公司人员有联系。台南市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成立，主要的目的就是望鼓励退休员工爱常常联络。虽然协进会打成立无外久，就是常举办旅游观摩的活动。这次更加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合作，举办手工纱纹制作课程，要来延续会员之间的感情。我们这些退休的同仁，他退休完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再做联系哈。虽然我们过去都有一些集会活动的这些联系，大家感情之间非常的好。那正好我们的工会的这个陈正郎理事，我都看到说，这些退休的老人家都没有这些老朋友，所以他就跟我们的台南营业处的这个处长建议说，是不是来把它成立一个协，这个退休的协会，员工能够有一个联系活动的一个地方。你为什么会跟慈利时尚协会合作？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总干事陈正郎表示：“我念台南大学 EMBA， 那这个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刚好是我的学妹，那有这个机会结合，又刚好是我们那个公司最近推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卖咖啡。那我就说这个一个很优雅的动作，还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事业，那我就把他们说，促成他们这个合作，让我们退休人员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上有一些增进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的联谊哈。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应景的季节下，我们还有做一些圣诞树的一些工艺的一些圣诞树。那所以说我们在精油皂做的里面，我们做很多像玫瑰花造型，还有我们一些咖啡豆的一个圣诞树哈，来做一个做主要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手工精油纱纹制作课程，也让真侪会员以及观赏，拢制作家相当趣味以及欢喜，表达对着活动规划的肯定。很有新鲜感，第一次尝试。第一次尝试、啊。对对对对。像不像在切菜？像对对。觉得蛮有趣的哦。对，因为这是一种学习啦，不同的体验。你以前有做过这个香皂吗？没有。没有。那觉得协会办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超好的。我们感觉到整个大家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是圆满成功了，那是第一次做这种手工皂，第一次。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新的事物，让生活未无聊。台南市中油退休员工协进会办理活动，鼓励会员参加，不只是联络感情尔，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退休生活。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三楼的葫芦作为来调用，真侪人拢会选择用中药材。不过，到底调理的重点是啥物？药补又搁爱安怎搭配饮食？相信真侪散户也是雾煞煞。基于合中心的中医部的建议，一定要针对个人体质甲身体状况，同时中西医合并来做好调用。
大部分人都认同山后调理盘重要角色，包括人参化汤、提药贴啊来补身体。不过，基米医学中心中医部主任王玉婷表示，这只是山后调理的一部分，包括饮食设计，依照每一个人无同的体质，由中西医合作跨领域、甲分阶段来调养，才有法度全面性照顾。古代的传统观念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生产完之后就是直接一帖药可能就是去直接去药房里面抓起来就是炖一炖啊，炖鸡啊，炖排骨这一些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啊就是现在的妈，现在的女性或者是说这个生活环境上来说，我们的饮食过程，我们的饮食其实是已经是属于比较高蛋白质，然后还有高脂肪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在所以呢，大部分台湾人的话，那个体质，其实已经不会像以前人说，产后就一定是气血大亏什么的。气血会有亏，可是相对来说，可能体内还有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湿热啊，或者是痰瘀的问题，可能会需要解决。那其实，在产后，我们在讲说是一个体质会去需要调理的最好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就是说中医的部分，去做一个，就是说去仔细的去评估说，他的是。就是说生产完之后他现在的体质是属于哪一个状态，然后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处理，会需要就是说清热呢还是清热除湿呢，还是活血化瘀还是真的就是要去补养气血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就是说跟西医共同合作的这个状况，最主要就是说那其实像我们产后其实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说我们中医光从把脉或者从把脉从外望诊这些问诊不一定问得出来，有些会需要说西医他们的一些检查然后去发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配合。三虎在这未来期间最佳看到的是便秘、恶露增加、泌尿道感染、加失眠、筋骨酸痛等等，而且每一个人受困扰程度也不同，所以基米三后护理机构因为有坚强的中西医作为后盾，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评估专家由专业的医生来诊疗。台湾新闻顾问及林盈根采访报道。天气热冷，真侪民众拢会替厝内长辈穿上厚厚的袜仔。不过，基米医学中心的提醒，有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每一天拢检查家己的双脚，千万唔通因为糖尿病引起脚的病变，造成溃疡的空脆。基米医学中心护理部空脆护理师黄文佩表示，脚部的照护关键主要要先了解引发糖尿病组的原因。发生的原因可能有神经的病变、血管病变加感染等，尤其老年人容易无感觉，就算有红、肿加空脆，无及时的发现，容易造成脚部的溃烂。逐步的一个病变呢，在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常见的。那由于他整个感觉神经跟运动神经的一个不敏感，如果说长辈不小心踢到或是撞到，比较硬的物品呢，容易产生伤口。那如果说我们穿上比较保暖袜子，我们没有去每天检查的话，很容易它里面会有一些受伤啊、淤青、淤血的情形。那这样的话，很容易会导致它伤口的一个变化还有恶化。那如果说本身有糖尿病伤口的病人呢，我们更要特别的小心，在每天的一个逐步的一个清洁，还有逐步的一个伤口的一个换药，那每天要注意它伤口的变化，看它有没有一个恶臭的味道，还有没有留一些汤汤水水的一个剩液。尤其寒天，厝内面的人拢会为长辈来穿袜啊。护理师强调，一定要逐天来检查，绝对袂用得有空脆。就算修剪指甲，也要特别来注意保养。我们在修剪指甲，我们这边会有会教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说，我们千万不可以用剪刀来剪指甲，因为你用剪刀来剪指甲的话呢，很容易会伤害到周边的一个皮肤那我们在修剪指甲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剪平的。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修剪指甲打圈圈的呢，就是正确的一个方式，我把它剪成平的我们不要去帮它做一些我们要去修什么很漂亮的形状啊椭圆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造型，甚至病人有缺指甲的一个情形，我们要做特别的一个处理。基米护理部表示，重视脚部的保养，也是守护家己的健康。因此，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注意血糖的控制，每天注意脚的变化，也会有防糖尿病组的发生。
台南新闻林根彩虹报道。感谢你收看十二月一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